新生協會校園防毒之旅2011，有我防毒大使袁美同一班曾經戒毒的過來人分享，在100場的防毒教育校園之旅，為我們的新一代做好防毒的準備。防毒100分，生命更多分，無毒新一代，健康又精彩。預埋你啊，預埋你啊，預埋你啊，帶動校園防毒潮流文化，建立無毒新一代。快點登入這個網址，一起響應防毒教育校園之旅。